桃乡老人福利协进会提供在地长辈有真侪特别的课程，会当参与。之前伫下仑关怀古典，甲长辈做乌鱼子的课程，综合在地名产口味，让长辈增加对新鲜事物的喜爱，佮特别摆到亲像食西餐同款，让长辈一边享用家己亲手做的课程，一边体验西餐礼仪，让人感觉真趣味。老师一步一步向长辈解说要如何制作美味的乌鱼子可颂，大家分工合作，有人炒米粉，有人串料，有人煮汤，大家做伙做，感情是愈做愈好。靠向老人福利协进会举办做料理的活动，让长辈会享受做饭的趣味。啊，都来吃趣味啊！啊，有跩老伙仔，啊，若替我，阮学会啊做哦，通来做做，通来摆路边摊，阮也替我，拢好啦。都参朋友做啊，啊好食啊！下回搁要做无？未哦，足好个啊，有通食，搁有通做啊，啊足欢喜个安尼啊，啊着做物件，啊着食做会晓啦，倒来我当时个阮个囝食。含好芳公公个可颂，加上烤乌地产乌鱼子个滋味，予长辈拢食着家乡个美味。而且协会搁特别摆桌，用餐像西餐的方式，希望予长辈体验无同款的食饭气氛。今天所做的是那个乌鱼子可颂，吼，啊乌鱼子就是咱口乌的特产，啊咱甲这乌鱼子摕落来做这个饭，啊长辈毋捌食过，吼，啊嘛毋捌做过，啊所以就是用咱当地这个物件，予伊做食看卖，体验无同款的做法甲食法安尼。协会为着帮助在地长辈，会每工拢过着趣味的生活。享受学习过程，就常常举办特殊活动，邀请长辈参加。看到因满足佮欢喜的笑容，就是因继续服务的动力。而且为着吼，咱在在长辈，因为大拢来欢欢喜喜，要来这边聚餐呐。啊，在长辈拢啊来到帮忙拢来做，啊，佫会做活动，所以使因会当吼心情的愉快，啊，食落会欢喜安尼啦。这款吃西餐的方式，让长辈是感觉吃新鲜，会享用家己亲手做的可颂，更是另一种享受。不但让长辈体验国外的文化，更让因感受到协会对因的用心和真情。记者曾怡婷采访报道。